从那以后，他就一直睡在房梁上，不敢再相信任何人。寡人虽然明白他心里的苦，却看他变得越来越反叛，连寡人都开始惧怕。我甚至怀疑，他莫非真的就是那个不祥之人？所以寡人不得不将他关在赵露殿，严加把守，以免节外生枝。其实，你一直在保护他。寡人无能。国师是三朝元老，在朝中根基深厚，众口铄金。寡人心有余而力不足。还好他遇见了你。你既有如此决心护着他，寡人也不必再为他忧心了。你为何现在才说这些？父皇害怕，怕你是灾星会害了人族，又怕你会丢了性命。你越长大，性子越烈，父皇既压不住朝中反对的声音，又管教不了你，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做才是对的。左右为难，又无能为力。这宫里别人如何待我，我无所谓。最让我寒心的是你，你也把我当作是灾星。在我没有饭吃、没有学上、遭人厌弃、受尽苦楚的时候，你连一句暖心的话你都不肯说。父皇不敢说。父皇害怕一次心软便会遭来群臣猜忌，其实你每年和姐姐生辰的时候，父皇都会准备两份礼物，只是一直不敢给你。